好多知名人士、演员、工业家，同埋无数身份神秘嘅人士，都系呢架火车嘅乘客。每个人都想接触新事物，从新嘅体验当中获得新嘅力量。美国运通喺旅游界早就享负盛名，佢哋所吸引嘅顾客其实同我哋都好相似。东方快车同其他引发非凡体验嘅地方都欢迎美国运通卡。